世界，没有虚伪的假面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真吓人。大炮已组织，干嘛？不是在干嘛？一切得来不易，所以才让我努力。这是否有点燃油扣鸡腿了呀？一波兵到了，就你还想怎样？不管去哪儿，我都无所谓。想约他了已经。稳一点吧，三级再约。二级差伤害。好恶心的大眼狗，还想办法杀他一次。这也逼呀、啊！主线不可能逼的，坐下吧，逼的我要骂你了。你们稳住，我回去修理一下，时空坑坑洼洼的。那波线不可能比，没有中单愿意亏这么一波线，太假了。这大眼熟练度还挺高的，技能放的有点舒服。谁都知道人非圣贤，可我说的话偏要冒着风险。有些人穷的没带重生，打这个还是有点，但我打得太慢了。游戏时间到，打不了的好像 Q3 了。
国就是未来。哦，如何呢？来吧吧，来吧吧，最后一把了，反正打完下班了。不用为我看我这把打完下班，每天最后一把，这么大优势，来把推。不好杀、啊，我真要杀他的话，还真没杀。还得是推子。难受啊！我这个毛病什么时候能改、啊？好累呀、啊！哎，又是 QE 啊 ！EQ 杀了的 ，EQ 闪现跟三次了 ，QE 的话 ，EQ。每天都要这样，每天不得不平的，也这么来。向北老师会这样吗？想杀了。Killing spree。我操！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把他杀了，只要他不围城，我这波一定要杀。直接 EQ 闪 ，EQ 闪打不出三环、啊，还得等个推推，推推 EQ 闪点火。本来我想先手，结果他先手了。这不应该 EQ 闪退出前 A， 点火抬头。
好怎么操作了。我避之不及，哎，你就说杀没杀吧，你就说杀没杀吧。僵尸是僵尸的一点。来来来，兄弟。不为他人而做的音乐。这波照到后面他必死，只有小心带更多的习惯 A 这一下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不到啊！我不到啊！他为什么这样出呢？啊！我出不了。巫妖，我操！完了，忘记巫妖，又忘记巫妖，不是这个东西合的了。啊、操！哎，推推半。本来我现在巫妖纳什，习惯性出那个暴力魔杖了。耶、yeah ！我说怎么他妈的？哎，巫妖要3100，我操！主播的艾克好像有点赢啊，我的艾克好像有点赢啊，出装都有点搞不明白了，我操，太离谱了。小回打了我1500块，那我出什么呢？巫妖吗？好像还是只能出巫妖啊，不能套个帽子吧？好像也不是不行，好像也行哎。不要巫妖的艾克，
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新手的涂鸦拈来的神话，一次心跳就是一轮爆炸。怪啊！没有乌鸦，真的好怪啊！想象一个世界，没有虚伪的假面。上赛季不出乌鸦是因为上赛季太垃圾了，上赛季的乌鸦就是一坨土屎，这个赛季的乌鸦不太一样。这个赛季的巫妖比上个赛季的巫妖不是一个级别的。便是明天的覆灭。来吧，一切得来不易，所以才有我的努力。不管去哪儿，我都无所谓。蛮王没有大招的吗？反正没有蛮狗没有一波有大招啊，纯演员啊，这哥们你干巴了。没有巫妖感觉一套爆发少不少，就是巫妖一套爆发还是少很多，这个东西A 两到三下才能比得上一下五秒，这东西要 A 两到三下才能比得上一下的五秒，要的加成太高了。快就交大呀，Shut down.
在预判你老妈，我在预判。哎，我真的在预判你老妈，为什么我要 Q 这里呀？我好好 Q 他人不行吗？我在预判他会往 F6 跑，你知道吧？神经病。什么都差点，这样处理吧，还是得出这个吗？打野这只一整把了，真的。对呀，感觉得稳点啊！坏了坏了，掉了个死亡伤。下腹的部位，这下腹的部位。有些人穷的只剩下钱。真的稳点啊，不然我好鸡巴肥啊。搞他，这波我得去找大爷，说实话慢点吧，恨不得人家。
杀了21个了。